今天是2021年2月13号，我现在要做的第三个题目是求函数 f(x) 等于 x 一的 x 方带有佩莱诺余项的 n 阶 x 方程公式。求 x 一的 x 方带有亚诺余项，到 n 阶 麦克劳林我要打印个合同，先打，准备好试试看吧，看到底要不要签。n 加麦克劳林公式。那个怎么无线鼠标呢？被老爸玩坏了。n 加麦克劳林公式。那么 x 乘 e 的 x 次方的 n 阶导数，我就是有些游戏做过，n 加上 x 乘上 e 的 x 次方。那么极应该是，那么 n 阶啊，带有佩莱诺余项，三阶吗？不是 n 阶，那就是，那么 x 一的 x 次方就等于。零乘上 e 的零次方加上 f 零加上 f 撇零除以一阶乘上加上。乘上 x 减零，加上 f 撇撇零除以二阶乘上 x 减零的平方，加一加上有佩莱诺余项。这个式子 f 零就等于零乘以零次方就等于零，加上 f 撇零。零的 n 次方也是 n 加上零乘上 e 的零次方，这是 n 零加上一除以一阶乘上 x 加上 x 加上。x 方加上一加上佩莱诺余项应该是欧米伽 x 欧米伽 x n 次方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
x 方加上，比如说，二分之一倍啊，这个，这样子哦，我看看。因为 f(x) 等于 x 的 e x 方 f(x) n 阶导数就是 n 加 x 乘 e x 方。第七题，二杠三十一四 ，f n n 等于 n， 故 x e x 方等于 f 零加 f 撇零加二阶乘为 g f 撇撇零乘 x 方。一加到 n 阶乘为 g f n 零乘 x n 次方，变成 omega x n 次方等于 x 加 x 方加二分之 x 三次方，一加到 n 减一乘 x n 次方，加上 omega x n 次方。就这样子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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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他戴了耳机，你要走到旁边去。去那我就不行。爸爸，刚才又做了一个题目。刚才又做了一个题目啊。做了八个了是吧？已经做了三个了。以后我做每做一个题目就会汇报你，那你就要接收到这个第八次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好，下一个题，验证当 x 小于 x 就在零到二分之一时，按公式 e 的 x 次方等于等于一加 x 加二分之 x 方等于六分之 x 三次方乘 e x 方的净次值时，所产生的误差小于零点零一，并求上根号一的净次值，使误差小于零点零一。f(x) 是 e(x) 次方，那么 f(n)， 等一下哦，我先把这个抄下来。验证，可以打印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喂，打印呢？纸很够啊。什么？打印呢？打印。这个打。对。打印。验证当零小于等于 x 小于零小于 x 小于等于二分之一时，按公式 e x 方，按公式。几意思啊？一，是打印。是 e 的 x 次方等于约等于一加 x 加上一加 x 加上二分之 x 方加上六分之 x 三次方。王并求根号 e 的净次值，使误差小于零点零一。误差。最近还有看房子吗？嗯。还有房子出来吗？哎，没打出来啊。为啥？小于零点零一。验证当 x 是在零到二分之一时，按公式 e 的 x 方约等于一加 x 二分之 x 方加六分之 x 三次方，那误差呢小于零点零一的。第二个，并求根号 e 的净次值。在哪？不是应该是这里吗？你刚刚摁了吗？摁了。没，你再摁一遍看看。一的。我刚才传输数据了，哎，等会，不要。净次值。没传完吗？啊，
好那个什么，刚才可能开机还没开完呢。使误差小于0.01。录打印机挺好，给你们单位的打印机多好啊，是不是啊？没觉得，贵而已。那你说说你们那些打印机有什么好的？我那打印机啊，双面打印。双面啊？嗯。我们这个也可以双面吧？哎呀。自动的。自动啊？嗯。哦。那个价是比咱们的这个好。我现在，因为咱们双面打印还要翻过来。嗯。历史误差小于0.01。嗯，验证。嗯。那就。那是验证。e 的 x 次方减去一减去 x 减去二分之 x 次方减去六分之 x 三次方，当零小于 x 小于二分之一时，是小于0.01的。这个函数好有点奇怪呀。这道题误差小于，那怎么证明呢？那么应该是 e 的零次方减一减去零减去零减去零。等于零，表示 e 的二分之一次方减去一，减去二分之一，减去二分之一方除以二，减去六分之二分之一的三次方，等于 e 的二分之一次方减去一，减去二分之一，减去八分之一，减去48分之一。那你直接相减的话不好啊，但是这怎么办呢？f(x) 是 e 的 x 次方，就说 f(n0) 等于一。那对呀，然后故 f(x) e 的 x 三阶八分公式，其中可 c 距零跟 x 区间 ，e(x) 方计算 e 的 x 次方减误差为。e 的 cos 次方除以四乘 x 四次方，来先看 e 的 cos 次方除以四，直接乘 x 的四次方，行 ，cos 是在0.1吗？这不是0.1，它 c 是在零跟二分之一之间的，那是二分之一，那是 c 的，它原来也要一之间的，这个就是那是二分之一次方除四的阶乘，乘就二分之一四次方，那这怎么算？哦，它这已经有0.45，哦，那再来。这道题好，我感觉应该可以抄。你把就行了。有纸是吧？嗯。这样吗？